Kazakis. A lot of Kazakis. Kazakis. Sağ olsun bunlar.
8号场地打。 第一局 double square 比分1比0。 第二局 double square 开球。 第二局，当年是不是比较，比较二比零。 开球时机。
house of the law. Thank you.
coupon. Oh, how's it going? Thank you.
Denis. Wow. Sure.
十号走底吧。 第四局，卡拉斯 Kazakis 胜，比分3-1。 众泰T600 行止有度，视野无疆。众泰汽车。 10秒，原始。
第五局丹尼斯格林胜，比分2-3。丹尼斯格林开球。第六局，丹尼斯·古影胜，比分3-3，开球金牌。第七局，马拉斯·卡达克斯开球。
balls with that.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九号怎么办？八号成功的。第八局，当年是Grabe胜，比分5-3，看成金牌。第九局，来Kazakis看成。四号怎么办？
十五号桌，连十。Thank you.
觉得 Olaf Kazakis 胜，比分4-5。他们每次。战斗结束，第十局，丹尼斯·格雷姆开球。原石。第十局，丹尼斯·格雷姆胜，比分6-4，开球清盘。交好，装修才好，哥俩好，环保交，健康又环保，享受好房子就用哥俩好，哥俩好，好从点点滴滴做起，中国驰名商标。
摔下去就好。Kazakis 胜，比分5-6，看球清盘。第十二局 ，Denis 回不开球。三号球主到，
石料，原石。四号球底的。八号球底的，十五号球底的，原石。第十二局，我来自Kazakis胜，比分6-6。第十三局，我来自Kazakis开局。
三局 Denis Grabe 胜比分7-6。第14局 Denis Grabe 开球，开球时机。
算是这个伙伴。14局 Alex Kazakis 胜，比分7-7。15局 Alex Kazakis 开球。延时。
算好就可以了。
第十五局 Alliance Kazakis 胜，比分8-7。第十六局 Denis 没有开球。10号球怎么办？
六局 Alex Kazakis 胜，比分9-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第17局 Alex Kazakis 胜，比分10-7。开球进场。第18局 Denis Grabe 开球。10秒，延时。11号球。
十五号小组的。八号球底的，第十八局 ，Denis Grabe 胜，比分8-10。Kazakis 开球。
个送你的。三个球，九号球底的，三组。
八号球底到。Kazakis 胜，比分11-8。六号球底的，
十一号才能办。Kazakis 胜，比分12-8。Thank you.
延迟。Thank you.